这个球被拿下来，还有没有？这两下停不好啊！再射吧，有了，另外一次的尝试。陈敬轩，哇，这一下就比较伤了，在上半场的读秒阶段呢、啊，后面失误。对，这个球怎么会这样给？你还会以为他是进攻的球员呢、欸？他这个给的太随性了，他这个回给反而比较像，有点像我在进攻。